好了，这个人就可能在这些原点了。这边有，那边应该也有。哇，我这两天护士开始第一刀全都在吸刀，我操，我吐了。那台机可能要开了，就我把它挂上去之后，因为。 如果那台机是个双人机或者以上的话，就肯定开。好，开了。意料之中，我飞过去是来不及的。刚才本来想去那边看一下，但想了想，万一呢？万一不是两个人呢？ 还是不能有万一啊。 没有万一。这边有一个，左边那个图腾不知道有没有人拆啊？有人拆，那么我飞过去，他应该拆不了。 托马斯摸好了，托马斯应该就在这里。托马斯肯定在那里面，但是可以不管他。他死了呀，这样出来就记了嘛。 刷新一下吧，我这边小卡就小卡了那么一下下。你在我的图腾上面自摸，你认真的？ 算了，还是爆了。因为带了 GPS。
带着 GPS 自动跟踪系统，那个人又去拆我图腾了，又去了，又去了，应该是去了。只要能猜透人类的心思，你也可以飞这么准。压反跑，怎么老是飞过头？压反跑怎么飞？老是飞过头。你这个压的角度，取决于你低头的角度，这个角度也会影响你压的距离。就这个角度。到了，操！我听到了，我想的还是飞过去砍他一刀，结果他还往这边跑，我吓到了。我操，这人没了。感谢关注嘎。这波跑哪去了？我靠！哎呦，在这儿呢！哎，我听到了，他摸好了。摸好的时候还咳了一下。